一团跳古镇啊，这一团我们也看得到星辰的力量，有我们的小朋友哈啊，小朋友来表演。陈主任也要下去跳吗？陈主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们会有很多啊属于特性上的表演啊，包括软骨功啊、叠罗汉啊。你看这个小妹妹，你看我们的小朋友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吗？哎呦，掌声掌声，哎，让我们感受一下哦，我们台北人的热情好吗？哎，真的很厉害哎。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来，给他们挥挥手，挥挥手。他们今天走了一整天哦，啊，已经走了一整天，非常辛苦，不容易啊。各位，我们看得到台湾庙会文化义正的辛苦啊，就在现场，非常感人的画面。他们是整个的家族啊，都在从事跳古镇的表演。你看他们的衣服哦，其实是很热的。啊，他们的 Non Q 高难度的动作。哎呦，好厉害啊，三层叠罗汉，掌声给他们鼓励。哎，各位不要吝啬你们掌声好吗？哦，我们表演者那么卖力啊。哎呀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今天大家不用去传艺中心，不用买门票啊，对不对？你在现场，在我们岛头公园就可以看得到啊。来，有人进献1000块吗？哎呀，谢谢我们陈慈惠啊，我们陈议员主任办公室的陈宏达主任进献1000块，来祝福啊，我们陈议员跟陈主任都能够呢财源广进哦，来赞助我们跳古团跳古镇，他们一整天辛苦的表演，给我们小朋友非常啊很大的鼓励与嘉奖。谁家的小孩要那么辛苦呢？很不容易啊。掌声！踢腿啊！各位，你能不感动吗？小小的年纪耶，谁家的小朋友愿意这样吃苦耐劳的练功学艺啊，很难得我们看得到这样的画面。谢谢我们南安社的用心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台湾庙会文化养活了很多一群人啊。非常认真的在自己的表演领域上，从小哦就要练下腰，哎，哎，那个没有一炷香的时间不能上来，哎，哦，你看这些小朋友多么不容易啊！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各位，是不是借重各位的双手，我们待会给他们热血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让看到你的表演啊！啊，今天你走路走几天啊呢？
哦，原来的新港是水妙境，因为南波啊，千里迢迢，万里遥遥，来个咱台北，掌声鼓励。谁家的小孩愿意吃苦练功？最后来一个叠罗汉。哦，你看他们一招一招一招的表演哦。好，来火车过山洞。哦，这招厉害啊！哦，这个很不容易啊。各位，如果你有饮料，可以请他们喝啊。哦，啊，有小费的都欢迎给他们啊。你看他们很敬业啊，小朋友还毕业啊。哦，谢谢我们南安社用心的邀请啊，来自于高雄的团队远道而来啊。你看他们一套接一套。他们走路走一整天了呢，掌声有嘞！我们很难得看得到南部的表演哦。哎呀，多厉害呀！再来，前桥。好厉害！掌声！谢谢我们天韵民族剧团跳舞队。好厉害！下盘要很稳啊！哎呦，什么？妹妹还给你一个爱心哦！哎，掌声，谢谢！赶快，我们把爱心点满啊！大家有手机的欢迎来直播哈、哦、啊！直播我们社区岛头公园，我们南安社的现场，因为等一下还有非常棒的十二婆铁阵。哇、哦，他们花招百出哎！哦，功夫挺正哎，好厉害，这个平衡感。那个小妹妹，各位家长，哦，回去只要小朋友拿来这样练呢，哦，很不容易耶，你看要吃多少苦，光是这个动作。
的掌声，给他们鼓励，你的掌声就是他们最大的动力。谢谢我们的跳鼓阵，谢谢我们辛苦的老师们、小朋友们、大朋友们。